血管撞坏了。是什么让体内的防癌大门面临崩溃？它不是一个危险因素，而是下一步就进展为癌的一个病变。又是什么让食管一步步被癌化？老年人要比年轻人多。想要远离癌前病变，两个简单测试，一个逆转方案。今晚17:25，养生堂关好防癌这道门。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我是陈赛。您看我今天的这个出场方式啊，很特别，我是从一扇门里面登场的。这扇门可厉害了，上面写着防癌门。在您的身体里面真的有这么一扇门，如果说它是紧闭的，那它能够防住的这种癌症呢就不会出现。但如果这扇门松动了，这个癌症在您的体内有可能就会顺利登场了。那这扇门能够防住的是哪种癌症呢？据说这种癌症的恶性程度很高，在肿瘤致死率的排行榜上排到了第5名。那这扇门您的体内关得好吗？这种癌症距离您近吗？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宝贝啊，我宝盒里的这个宝贝呢，就能帮您探测出这种肿瘤风险程度在您的身上高不高。这个宝贝是啥？我可以带您先看一看。来，3、2、1，宝贝是一个大馒头。而这种探测肿瘤的方法是吃馒头。馒头谁没吃过呀？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说吃馒头有可能会跟肿瘤的发生风险有关联？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马上请出我们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我们掌声请出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的行政副主任杨慧琪，还有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负责人于建峰，掌声欢迎二位。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鲁花高油酸助长寿多多。杨老师，您看，就是开场的时候我一说这个吃馒头能帮大家探测出来肿瘤发生的风险，很多阿姨都已经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是这个馒头真的跟肿瘤发生的这个风险有关联吗？我们今天要说的到底是哪一种癌症呢？在这里呢我先保个密，那吃馒头呢可以探测出我们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个饮食习惯呢有可能就把大家置于这种患这种癌症的风险之中。吃馒头的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到大家饮食习惯当中的一些特点，是的，而这种特点有可能就是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种肿瘤在您体内发生的风险高与否有关联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也联系到了一位患者孟先生，咱们听听孟先生身上有哪些特点跟肿瘤的发生是有关联的。大哥您好。哎，主持人你好。您能跟我们说说您的情况吗？在2年多以前，就突然开始这个胃开始反酸嗳气，然后这个胸骨后面有点疼，然后咽东西的时候呢，快要咽到胃里的时候就比较疼，那个时候就不太敢吃东西了，然后就上医院查。上医院查的时候，给我诊断的是胃食管反流，然后就吃的是兰索拉唑，吃了2个多月，然后就开始缓解了。缓解了之后时间不太长，它就又复发了，就还是这个症状。然后这次呢他就是怎么吃药都缓解不了了，就是一直持续到今年的春天，就是前前后后有2年多的时间。一开始就以为是这个饮食造成的，然后就开始调节，但是就是不管怎么调节就是停不了药，就不能停这个拉唑，一停他就还反酸。最早我们诊断的这个结果是胃食管反流，是不是？对对。当时您说是一吃东西就感觉到疼痛，它能疼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就是咽东西不敢大口咽，只能一点一点的咽，咽到下面的时候就特别的疼，就是快到胃里的时候，大概是有这样的一段，就咽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比较疼。然后再有就是后背疼，后背就是胸骨对着的这个后背的这个位置，就是一直是在疼。
到后期是只要不吃药，他就是全天都在疼。当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这个应该是胃酸把这个食管的这个下段给烧坏了。这个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就去做了一个胃镜，这个胃镜查出来这个巴瑞特食管，就是这个医生说是癌前病变。然后当时我比较紧张，然后就知道这个问题，然后才开始咱们才开始寻找的这个治疗方案，然后找到了咱们朝阳医院，找到杨主任。嗯，这么个过程。感谢您的分享，我们送您一份奖品，在节目过后寄送到您家，谢谢。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大哥鲁花给您送健康了。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鲁花高油酸，祝长寿多多，我们祝您越吃越年轻啊。杨主任，其实我们听到就是大哥身上发生的这个事儿，然后最终确诊的可能是有一个食管的内部的癌前病变。是的，这位孟先生呢，是我在朝阳医院门诊看的一位患者，当时他的压力特别大。对，因为呢，你现在有这么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等于你下一步可能就是食管癌。实际上呢，刚才他说他怕他这烧破了啊，食管烧坏了，他就是这个防癌的门儿没有把好。嗯，哎，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那一扇门，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是的，如果这扇门它松动了，确实有一个恶性程度很高的食管癌会发生。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我们有一组统计数据。食管癌对我们所有的观众并不陌生，根据我们2022年的最新统计呢，我国食管癌新发的病例是25.3万人，占我国所有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六位。而死亡病例是19.39万人，居我国的第五位。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老年人多，老年人要比年轻人多。第二，就是农村的发病率要比城市的人口发病率要高。第三，就是我们男性往往要多于女性。而且食管癌在我们发现的时候呢，绝大部分呢已经是中晚期了。即使经过了手术、放疗、化疗和其他的我们积极治疗，它真正的5年生存率也不到30%。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发现食管癌，然后我们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可喜的，能够超过90%的5年生存率。这里边呢，我们要单独提出一点，巴尔特食管是我们食管癌里边，我们分成鳞癌、腺癌等等其他种。巴尔特食管是食管腺癌当中的唯一明确的癌前病变，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我们通过这组数据可以明确的获得的信息就是，食管癌它的发生率有可能在增长，然后它的恶性程度高，发现的容易比较晚，致死率很高，这是我们害怕它的原因。但是想要防住它的话，在真正的癌症发生之前有一个关键的阶段，就是最后这条于老师说的巴雷特食管是唯一明确的癌前病变。是的啊，巴雷特食管呢，目前研究已经验证了它的下一步呢就是食管腺癌，它呢已经明确的是食管癌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它不是一个危险因素，而是下一步就进展为癌的一个病变。嗯，刚才我记得孟先生说他的内镜检查确诊的也是巴雷特食管这个癌前病变，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词儿可能很陌生，对于我们食管癌的发生，巴雷特食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数据显示呢，巴雷特食管患者较普通人食管腺癌发生率高30到60倍。原来我国鳞癌高发，但是近年来呢，腺癌的比例逐渐上升，男女比例呢大概是2.5:1。所以巴雷特食管直接关联的其实是腺癌的发生。到底这个腺癌和鳞癌它有什么区别呢？鳞癌与腺癌之间的最主要的区别呢有不一样。我们鳞癌发生诱发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呢都是由于进食了过烫的食物的地区，或者是它的食物或者水源容易被我们一些致癌物，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黄曲霉菌、亚硝酸盐，容易被这些致癌物污染的地区容易出现鳞癌。而腺癌呢，往往是那些
患有胃食管反流病，由于胃酸反复反流导致的。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说的话，有可能这个鳞癌的发生它是烫出来的，而这个腺癌的发生呢，它是跟我们反上来的什么有关联的。是的，我可以就是非常粗略的说一下的话，它可能是酸出来的，我们能不能这么去大体认识一下？巴雷特食管呢也是长期反酸刺激食管黏膜导致的一个病变。嗯，所以您理解的特别精确，就是酸出来的。那这个酸出来的食管到底长什么样子？这个癌前病变巴雷特食管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也准备了真实的影像学的资料，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咱们正常的食管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食管是一个管状的，在它即将进入胃的时候呢，它有一道很明显的分界线，分界线以上呢往往是粉红色，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称之为鳞状上皮，而分界线以下呢是我们内镜底下看到橘红色，这是个柱状上皮。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幅图，它的粉红色的区域是这种不规则的，这一片区域已经成了橘红色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巴雷特食管。这就是被侵蚀过的一个食管的状态。这是准确的说，这个是巴雷特食管同时伴有反流性食管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白色的是食管炎，下边这种我们看到橘红色的就是巴雷特食管，是食管腺癌的癌前病变。就是这个侵蚀的过程在我们体内是如何发生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准备了一组道具，咱们来共同探索一下食管癌发生的这个过程。到底这种酸出来的食管癌是怎么发生的？而这种酸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有两组道具啊，二位老师帮我们演示一下这个过程吧。这个是我们食管和胃结合部的一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儿以下是胃，再往上是食管。如果说这个我们说防癌的门关闭的时候，我们的胃酸是上不来的，但是如果要是它是持一个开放状态，我们这个胃酸就可以往上反，它会把我们的食管黏膜给腐蚀破损。当然了，它不可能永远腐蚀破损，它会修复。但是呢，由于反复的胃酸的这个反流，会出现一个损伤修复，反复的损伤修复这么过程，它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这个地方反复的炎症溃疡之后，它可能会出现狭窄，患者会出现一个吞咽困难。第二，就是它反复的冲刷我们刚才所说的鳞状上皮，鳞状上皮是一个耐磨的特点，但是它不耐酸碱，是把我们的食团送到胃里边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为了机体为了适应这个食管下段的微酸环境，会化生成为耐酸的柱状上皮，也就是我们胃黏膜的样子。这种病变我们就称之为巴雷特食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食管腺癌的癌前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不要紧张，仅仅是巴雷特食管应该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胃酸反流，它就有食管腺癌转化的可能性。那问题来了，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巴雷特食管的这种发生，它是跟不断的不止一次的我们的胃酸反流有关联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点反酸烧心，有可能是我上顿吃不舒服了，为什么会长期发生这种胃酸的反流？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胃里是产酸的，但是我们的胃呢，它是能够耐酸的，在胃里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引起任何问题的。我们阀门呢是由三部分来组成的，包括食管裂孔、胃底和食管形成的黑死角，还有食管下端的括约肌，这三者呢一起就形成了我们下端的这个阀门。正常情况下呢，我们食道裂孔非常的小，紧卡着扣着我们的食管，发挥它的阀门的功能。那当这个食管裂孔扩大的时候，我们这阀门就松了，就形成了食管裂孔疝。当我们这个阀门松了以后，我们胃里的胃酸呢，当胃内压升高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头低位像平躺啊低头食重物的时候，这个酸呢就会往上反持续的去刺激我们这个食管的黏膜，从而呢发生变化，
也有的患者呢，一下这个酸呢就会反到口腔里。所以开场的时候，我走出的那一道可以防癌的门，其实就是我们的食道裂孔。这扇门失灵了，您往往意味着发生食道癌的风险就会比他人高。您体内的这扇门还好吗？日常生活当中您遭遇过反流的情况吗？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此刻我们的节目在播出，我们的专家老师也在做客京氏健康的直播间，欢迎您走入直播间跟专家老师进行互动和交流。进入直播间的方法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大家马上打开微信，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关注京氏健康微信公众号后点击下载 APP， 按提示安装京氏健康 APP， 注册进入 APP， 首页上点击最上面的直播海报，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咨询专家了。问题来了，我们了解清楚了这个过程，就是这扇门是食道裂孔，而食道裂孔出现问题，胃食管反流不断的加剧，就意味着我们正在迈向癌前病变，或者是正在迈向食管癌。那什么是这个食道裂孔背后的推手呢？哪些人容易遭遇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系列的问题呢？今天在现场我们也准备了另外一组道具，咱们来带着大家做一个测试题。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有没有刚才听完了两位专家老师的讲解，觉得我自己有可能有食道裂孔疝的风险，或者是我有食道癌发生的高危因素？咱们上来测一测您的风险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第一排的这两位阿姨吧。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过这种反酸烧心的情况吗？以前有过。那刚才听完害不害怕？有点害怕。那咱们让专家老师一会儿帮您测测哈。好。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位阿姨的情况。反正会噎，发噎，吃东西噎。吃东西噎得上？噎下不去。其实二位阿姨是很多我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的这个典型代表。杨老师，咱们先测起来吧，怎么测？那么阿姨呢，现在站在这个板子前面呢，我给她做一个测量。到底是谁有问题呢，主任？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特别客观的测量呢，我们能发现这位穿绿衣服的阿姨我给她标记了她三个点，这三个点呢都在这个同一条这个直线上啊，是非常的笔直的啊，我往下看呢一直就连到下方啊，阿姨这个呢是非常的垂直的。那么这位阿姨呢，我也给她标出了同样的三个点，我们就发现这三个点不在同样一个直线上，整体上我们要把它这个连起来呢，那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后方脊柱是一个后凸，形成了这样一个的角度，他们三者呢并不在同样一条直线上所以呢王阿姨呢这个脊柱啊有一个脊柱后凸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在家里面去看的话，这三个点我们分别选取的是人体的哪三个点呀？我们选择呢一个是头的这个后方，头颅的后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背部脊柱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膝盖。三点连线，有些人是直的，而有些人是曲线，有曲线的有问题，这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听听主任是怎么说的。我们先恭喜您阿姨，您没问题，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所以我们通过第一轮的曲度测试，测试出来的阿姨有食管癌发生风险，这背后的推手到底是什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频繁反流的危险诱因一，是驼背和脊柱的侧弯。是的，当驼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身体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到底这个后凸意味着什么？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咱们日常睡觉的小场景，咱们一起带阿姨进场景里面看一看啊。阿姨，咱们这边请。慢一点啊。不太躺得住是不是？不行是吧，阿姨？那赶紧先把阿姨咱们先拽起来。阿姨来，我扶您起来吧。来，
好，哎呦，慢一点啊，慢点，慢点，慢点。嗯，好，杨主任，因为我们刚才看，其实阿姨她做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很普通的平躺是很难的，躺下去的过程她就有一点痛苦，能够看出来。是的，嗯，其实我们也是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其实王阿姨是杨主任的一个患者，确实是存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相关疾病的一些问题。我们先问问阿姨，阿姨，哎，您跟我们说说您的一个情况。查出来是食管裂缝疝，食管裂孔疝，裂孔疝。嗯，最难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哦，胃疼憋气。那能睡着觉吗？睡不着觉。刚才我看您其实现在已经是恢复了一段时间了，对，但是依然很难平躺。以前也不好躺，躺着躺不下，还垫搁那枕头那站站呢。垫挺高的，有时候还憋气，有时候一宿能睡两三小时也就。哦，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有点驼背的？好几年了，就三四年了。三四年的时间。嗯。哦，这个驼背的发生和您吃饭容易噎，这个是同步的吗？驼背没有，就这二年重了。嗯，就这二年严重了。就这两年哈。嗯嗯嗯。其实好像比方说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老年人岁数大了，有点站不直，或者是比以前矮了一些，大家往往不认为会有问题，尤其是不会认为跟我们的食道消化道的健康有关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咱们听听二位专家老师是怎么说的。阿姨，感谢您的分享，我们送您一份奖品哈。阿姨，鲁花给您送健康了，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我们祝您全家健康幸福。阿姨，谢谢。为什么这种体态上的改变，它会跟食道裂孔疝的发生，或者是胃食管的反流有关联呢？实际上呢，我们真不能忽视这个老年以后发生的这个驼背。老年人呢，可能骨质疏松啊，很多原因啊，就会发生了脊柱这个后凸啊，咱们管它叫驼背。驼背呢，表面上我们看着是身体的这样一个弯曲，实际上呢，我们身体内部是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的。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胸腹之间是有一个膈肌。非常的紧，非常的结实，把我们的胸腹呢分成上下两层楼隔断。对，是两个隔断。正常情况下，我们腹压是一个高压，我们胸腔呢是一个负压，因为我们胸腔里呢肺是需要呼吸的，需要腹张，这两个地方压差非常大。但是呢，因为这个膈肌非常的结实，所以呢这两层楼互不侵犯。各还是各的。但是呢，当我们这个老年人出现了这个后凸以后，这膈肌呢就绷得不再紧了，出现了膈肌的松弛。在膈肌松弛的时候呢，这样我们腹腔里压力呢又高，胸腔呢又是一个低压，就容易把我们腹腔的脏器通过裂孔这个门往胸腔去挤。正好呢这有一个道具我给大家呢去演示一下。当我们这个脊柱后凸，腹压呢相对增高，膈肌又薄弱以后呢，我们这个腹腔里的脏器我们大家看这红色气球呢，就是我们的胃，就一点一点的挤到我们的膈肌上面来了。我们看呢，这个拱形的就是本来我们非常紧的膈肌，当这个膈肌松了以后，腹压又高了，那我们这个随着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胃呢就很容易一点一点的挤到我们楼上去。那楼上呢有我们的心和肺，这样就让我们这个胸腔变得特别的拥挤，就发生了这种食管裂孔疝。而食管裂孔疝的发生就意味着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的发生或者是加剧。对，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阀门包括三个零件，那其中这个裂孔就是其中一个。当这个裂孔卡压环变大了，那我们呢阀门失灵了，就容易胃酸向上去反流，反腐蚀食管黏膜。这就是为什么体态的改变，脊柱的后弯或者是侧弯，会引发食道裂孔，从而加剧我们胃食管反流的这个原因。是的，它是一个推手，
把这个情况呢加剧得更加快。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很多这样的老年患者，可能一开始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小的裂孔疝，那随之而来呢，我们检查一两年之内一下半个胃都跑到胸腔里。我还就是细细的研究这一开始是什么原因呢，到后来发现很多这样的患者呢都会有驼背脊柱后屈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它是这个病情进展的一个推手。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驼背到底会使我们的脏器移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对其他脏腑的压迫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也准备了真实的影像图，主任带着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吧。好的。这个影像图呢，实际上就是刚才王阿姨在手术前的一个影像的一个图片。那左面这张图呢，就是我们的胸腔。本来我们楼上这个地方呢是有心脏和肺，但是我们发现呢，它现在多了一个脏器，就是这个胃。在心脏呢是中间那种亮颜色的实性的这样一个图像，在后面那个空腔脏器就是我们的胃呢一点一点的通过这个食管裂孔这个失灵的阀门跑到了胸腔。那么我们右边这张图呢是一个患者直立胃，这个拱形的是膈肌那么胃呢整个跑到膈肌的上面，几乎整个胃都跑到膈肌上面呢也是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巨大的食管裂孔疝。比方说我驼背更严重，我的脊柱后弯侧弯的程度更严重，就意味着我相关的病情会更严重吗？是的。那么一般呢就是有这个脊柱的这个后凸的情况呢，我们临床发现病情的进展都会特别快。这个有一个准确的指标吗？说我弯到什么程度有可能就意味着我的裂孔疝严重到什么程度？任何程度的这个脊柱后凸都是容易造成食管裂孔疝的一个因素。那你脊柱后凸的越明显，那裂孔疝就越严重。在我门诊呢也是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患者呢要比王阿姨这个角度更大头呢和这个脚呢可能这个形成就有60度角的这样一个情况。在门诊我们也看见过一些患者这个角度太大了，后凸的太厉害了，丧失了这个手术去治疗的机会。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一种情况。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龄增长了，然后我有骨质疏松，或者是我稍微比过去矮了一点儿，驼背了一点儿，这没关系。其实不是的，如果体态的改变伴随着我们的进食上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有一个意识，也许我有食道裂孔疝，也许我的胃食管反流正在侵害我的食道的健康，而这些如果都错过了，等待他们的也许就是食道癌了。但是在此之前，只要我们抓住了窗口期，这些病情还都是可以逆转。是的，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把我们这个阀门把它重建修复了之后，就把这一连锁的这个通路把它打断，我们还是有机会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况。我们说守住了这扇门就守住了我们癌症发生的一种可能性或者是高危因素，而这扇门打开的第一个推手就是体态的改变，驼背和脊柱的侧弯。那这第二个推手又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吃得快，什么样的标准是真的吃得快？而吃得快又是怎么引发的我们食道健康的相关问题呢？开场的时候宝盒里面我们放了一个馒头，然后我们说测试的方法呢就是吃馒头。今天在现场我们也给观众朋友发了这个馒头，咱们先吃起来好不好，叔叔阿姨们？这样咱们养生堂的馒头晚餐现在就开吃了。在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专家老师就在捕捉了谁吃的有问题，不加掩饰啊，不用客气，在家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我现在要选一个节点了，我们已经吃了一会儿了，完全沉浸在馒头的香气当中。3、2、1停。手里有馒头的叔叔阿姨，我们举起您的馒头，让我们的专家老师看一下您的馒头剩多少好吗？如果还有少半个的咱们举着
还有多半个咱们放下。李文阿姨，那红衣服那阿姨就剩了一点点的馒头。哪位阿姨？那边那个来来那二排边上这位，最边上这阿姨就剩了一点的馒头。然后呢？这边粉衣服的阿姨也不多了。这边粉衣服阿姨几乎就都吃下去了，就剩下一点点了。所以出现问题的是我粉衣服那个阿姨和第二排红衣服的阿姨吗？对，他们在同样时间呢还是吃下去了更多的馒头，这只能说他们这个进食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进食的速度的快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吃得快的情况下，我们短期之内胃的压力会突然间上升，上升之后呢，如果要超过食管的压力，刚才我们说了，食管裂孔扇已经把我们这一道屏障这一道门已经破坏掉了，如果胃的压力超过食管的压力，那么胃里边的食物连同我们所说的胃酸一块儿都会反流入食管，那么胃酸反流入食管，反复的冲刷我们的食管下段，就有可能造成我们刚才所说的巴雷特食管或者是食管腺癌。当然了，这个过程是相对比较漫长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有几位我们的观众朋友吃的是非常快，我相信这种进餐的习惯它不是一年两年养成的，可能是几十年的习惯了。对吧，主任？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明确的知道，就是吃得快，它是很有可能是加剧我们食道裂孔扇或者胃食管反流的一个原因。是的。但是这个快，它是一个什么概念？比方说，刚才我们在观察阿姨们进行测试和吃馒头的过程当中，我们着重要观察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咀嚼速度，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呈现出来的某种状态？我们要观察的主要有几方面。第一个就是你的从食物入口一直到你咽下去这个时间，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很多人可能嚼两下三下大概不超过五秒钟就咽下去了，但是有些个观众朋友有些个阿姨掰一小块搁嘴里细嚼慢咽，这种情况下肯定你进入的胃里的食物少，那么自然它发生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个几率要少一些个。所以我们这个测试的目的呢，是确实是反映了人们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习惯，对，有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如果阿姨们说我平时吃饭也不快，就能完全排除掉我们胃食管反流的一些高危因素吗？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测试，我们可以测出来一些其他的风险？那么我们下一个测试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个我们叫大虾抱的一个姿势吧。我们可以试一下，正好这个诸位朋友们都刚刚吃完馒头，我们测试还是比较准确的。怎么进行呢？我们标准的大虾抱呢，是需要我们双腿屈曲，尽量贴近我们的胸口，两臂环绕膝盖，这个是我们标准的。上身下趴抱住膝盖，我们现在开始计时，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这个测试我们在测什么，于主任？我们主要是测试在腹压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反流的情况出现。那么有没有朋友们自己感觉我刚才这个大虾抱的姿势的时候会有反气、反酸、打嗝这种症状，大家感到了吗？那说明大家的这个食管裂孔的功能都非常好哦。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食管裂孔功能的一个刺激实验。是的，在我们门诊呢，经常有裂孔扇的病人低头弯腰去捡一个东西都会出现反流，更不能做咱们这个大虾抱了，一做的话就会有胃里的酸水反上来。明白，其实就是人体的曲度一改变，如果它有食道裂孔的话，马上一个刺激，那个气体就会有上逆的情况。对，就是阀门失灵了。刚才比方说我们说的吃饭快也好，体态的这种改变也好，这个是比较典型容易捕捉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跟胃食管反流的发生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信号，咱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两个有关于我们胃食管反流的危险信号常常被大家忽略，是什么？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一个跟我们的口腔有关，是有口气还有龋齿，另外一个是胸痛，这都跟胃食管反流有关联吗？咱们先说说这个口气还有龋齿的问题吧，主任。
那我们长期出现慢性反流的患者呢，它反到口腔里，那么口腔呢长期被这个酸所浸泡着，那么这一部分的患者呢就会出现这个龋齿，这一部分患者呢可以出现这个一系列的症状，包括口臭啊，还有呢这个口腔的这种严重的烧灼感啊，还有牙齿呢表面失去了光泽。有一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这个舌部啊感觉过敏，后牙侵蚀程度更加严重。所以呢长期反酸的患者呢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口腔的相关的症状。嗯，为什么呢？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口腔不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长期浸泡在这个酸性的环境里就会出现这种牙齿的腐蚀以及口气一系列的症状。往往后牙的侵蚀程度更为的严重，因为后牙长期泡在这个酸水里。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上了岁数都有口腔的这种不适感，但是也说不清楚到底是牙坏了还是舌头不舒服还是最近上火了口腔黏腻。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意识观察观察，如果再配合上我们以上的几个特点的话，有可能您的口腔不适、您的口气还有我们的龋齿问题都是跟胃食管反流息息相关的，这个意识还是要有的哈。是的啊，有的患者呢到诊断出来了这个胃食管反流，才发现原来这一系列的症状都是这个反流造成的。明白，这是我们的第一点，跟胃食管反流有关的容易被忽略的信号。这第二点呀是胸痛。其实刚才在两个患者，就是孟先生还有那个王奶奶的这个叙述当中，我们都听到了这个症状。但是胸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不是心绞痛啊，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呀？而我们胃食管反流的胸痛，跟典型性的这个心绞痛进行对比的话，区别在哪？我们冠心病导致的胸痛，往往是在劳累之后，而我们反流性食管炎或者叫胃食管反流病发生胸痛，往往是我们腹压增高或者是平卧的时候。第二点呢，就是说它发作的这种时间，一般冠心病如果除非是我们说比较严重的心肌梗塞，如果不是说心梗的话，普通的心绞痛它的持续时间往往是数秒到数分钟，一般的情况下不会超过15分钟。但是呢，我们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导致的这个胸痛，往往会在15分钟以上，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就是说，冠心病的胸痛发生了之后，我们患者经常会口服一些个，比如硝酸甘油含服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往往是可以缓解的。而我们胃食管反流病服用这些它缓解不了，相反他吃一些个我们淀粉类的食物反而到缓解，因为它能够中和胃酸。所以说有这么几个特征，我们还是比较容易判断是哪一种胸痛的。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您出现了胸痛，不要随随便便把自己的胸痛就归于胃食管反流病，还是应该先要去医院。另外呢，平时也可以试一下，如果出现胸痛了之后，您可以服用一下我们比如说奥美拉唑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抑酸药、抗酸药，如果能够明显的缓解了，也是一个支持我们胃食管反流病胸痛的证据。明白，胃食管反流病的胸痛，它的发生或者是缓解，往往跟我们的进食有关联。对，另外一个就是它发生持续的时间，有可能比心绞痛要长很长的一个病程的一个发作的时间。再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应用一些，或者是我们到医院做检查，排除相关的我们冠心病的一些病情之后，再做诊断，应用相关的药物无果，也许也能帮您去排除一下到底是心脏病的问题，还是胃食管反流的问题。对，还需要再补充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胸痛发作的时候不是单独的胸痛，可能会有其他的伴随症状。心脏病出现的胸痛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我们颈部的紧缩感，或者是左臂左下颌的疼痛。但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出现胸痛的时候呢，可能往往伴随的是反酸和烧心。是的，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危险的症状，难以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胃食管反流的话，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也在做客我们精视健康的直播间，您可以走入直播间跟专家老师进行交流。进入直播间的方法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
大家马上打开微信，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关注京氏健康微信公众号后，点击下载 APP， 按提示安装京氏健康 APP， 注册进入 APP， 首页上点击最上面的直播海报，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咨询专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我们餐桌上哪些食物容易引起胃食管反流，而吃什么对于缓解相应的症状又是有帮助的呢？于老师替我们支支招吧，这都是我统计上来的，我们叔叔阿姨日常应对的几类食物。比方说，有人觉得胃不好我就喝粥，有人觉得这个胃不好我就少吃肉多吃菜，也有人觉得大豆啊花生啊这些能帮助到大家，最后是很多人赞成的，我可以喝一点气泡水或者是牛奶，是不是能中和胃酸呢？以上这些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进餐的速度的问题。如果进餐速度非常快的话，吃任何食物都有可能造成反流。反之，如果我们进餐速度足够慢的话，你可以吃任何食物都可能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相同的进餐速度的情况下，我们先来谈粥的问题。那么杂粮与我们的细粮，也就是说白米之间，它的区别是什么呢？杂粮内富含的我们说膳食纤维，对我们缓解便秘，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在相同的时间段之下，杂粮粥的胃排空的时间是要比普通的粥时间要长的。那么如果进食足够快，杂粮粥比普通的粥更容易出现的这个相应的反流症状。那关于青菜和肉呢？如果在我们进餐过快的情况下，蛋白质和脂肪的排空时间是我们所有时间里最长的。对，所以蛋白质就是说我们的肉类在进餐过快的情况下是最容易出现反流症状的。同样，我们的菜品大家可以看，有些个是富含膳食纤维，比如芹菜，比如菠菜，换句话说是我们能够炖出丝儿来的菜。是，有些个蔬菜比如冬瓜西葫芦，它炖不出丝儿来。那么有膳食纤维富含的与这个膳食纤维相对匮乏的比起来，那么富含纤维的它同样排空要长一些，更容易引起胃食管反流病。明白。这边黄豆还有我们的花生呢，很多大豆类的食物在餐桌上也比较常见。大豆类的食物主要富含的是植物蛋白，它同样也是蛋白质，它的排空速度呢确确实实也比较慢，需要我们进餐的时候叫减慢速度。那么花生这个东西，尤其是生花生，很多的观众朋友会说，我反酸的时候我嚼几粒生花生就能缓解。没问题，确实是这样，因为生花生里边很多的物质，包括脂肪，包括蛋白质，它是偏碱性的，可以中和胃酸，让我们舒服一些。但是我们还要说，但是花生富含脂肪，我们吃多了之后，第一，我们的排空仍然是慢的，对，吃多了也容易引起反流。第二，吃多了脂肪之后，你不能够消耗，那就会沉积在我们身体里，变成皮下脂肪，会使我们这个肥胖会加重。所以说吃花生也要科学。好，最后是牛奶和气泡水，这是很多人认为的碱性可以中和胃酸的一个选择。气泡水确确实实它是碱性的，可以中和胃酸。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气泡水它的碱性物质中和胃酸之后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对，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积攒在胃里边，会使胃内压骤然升高，同样引起胃食管反流病。而且如果要是说患者同时合并消化道溃疡的话，还容易造成穿孔的风险。所以说用气泡水去治疗胃食管反流病这一点不科学，不建议大家采取。牛奶同样，它作为蛋白质，排空速度也是相对较长的，所以我们作为牛奶来讲，也不建议快速的饮用，劝大家还是要科学的小口饮用，既能品尝美味，也能科学保护我们的胃。明白了，所以我们整体给大家的一个就餐的建议，就是要做到一个字，慢。对，在慢的基础之上，相应的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它都会有所缓解。如果您胃食管反流也很严重，日常生活当中又有一些独特的饮食习惯，怎么调整才合适呢？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也在做客京氏健康的直播间，您可以走入直播间跟专家老师进行交流。大家马上打开微信，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关注京氏健康微信公众号后，点击下载 APP， 按提示安装京氏健康 APP， 注册进入 APP，
首页上点击最上面的直播海报，就可以进入直播间咨询专家了。说完了餐桌，咱们再说说睡觉的情况。很多严重的胃食管反流的这个病人都在反映说，我根本睡不了觉，第一是躺不下，第二是躺下就开始呛咳。怎么睡合适？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姿势能够帮助到您呢？主任，咱们场中请。这个真的是听到特别多叔叔阿姨反映说，我胃食管反流就是严重到我躺不下，我一躺下所有的东西都在往上呛。是的，这个有技巧能帮到大家吗？在这里呢有两个小窍门。第一个呢，实际上我们有些胃食管反流的病人家里已经备了这个叫这种斜坡样的枕头，从头呢过渡到肩膀，让这个颈椎感到舒适，让头部呢大概呢起来15度的这样一个角度，这样呢我们胃里的酸就不容易向上反到食管。当然呢这个也因人而异，有的严重的胃食管反流的病人需要坐着睡觉，他只要稍微往后倾就会反上来，但对一些轻度的反流，这个办法头轻轻的高起来一点，后面呢我们垫一个枕头或者两个枕头或这种斜坡样的枕头，让我们感觉更舒服，能够减少这种胃食管反流。还有一个窍门呢，就是我们门诊经常有病人说我没法左侧卧位睡觉，在这里呢我们也建议有反流的病人尽量右侧卧位。当我们左侧卧位的时候呢，我们胃里的液体呢都积聚在胃底，胃腔的压力相对高，就更容易胃酸反到食管。当我们右侧卧位的时候呢，我们的胃呢更容易把它的液体排空进入肠道，这样呢胃腔的压力就降低了，就不容易出现反流。所以呢两个窍门，一个呢是有一个斜坡枕，另外呢是右侧卧位睡觉会有帮助。我们也请一位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帮大家模拟一下，到底哪个睡姿能帮助到您。我们看呢这个枕头高起来，把头呢就是高出来这么一个15度角，然后后面呢还过渡一下，这样整体呢把上身都抬高了，对有一个倾角，胃的液体呢就不容易那么顺畅的反流到食管，给了它一个角度让它往下流哈，至少自然的重力是往下引的。 对自然的是往下引的。现在是一个仰卧位，如果是左侧位呢，您可以面朝那边向左转，哎，对，当我们左侧卧位的时候呢，胃呢是一个这种向上的这种弯曲的形状，所以呢所有的液体都积聚在胃底和胃腔，它不容易往下排空，走不下去，久而久之呢胃内的压力就很高，所以呢它就容易出现反流的情况。明白。那如果是右侧卧位呢，当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师傅呢他右侧卧位的时候呢，他胃的出口是朝下冲向我们排空的肠道的，这样呢这个胃里的液体就很容易排出去了，胃内的压呢自然而然也降低了，再加上我们这坡枕，它就不容易出现这个反酸啊烧心的这个情况。明白。所以有了坡枕，我们的东西更容易进入胃而不容易从胃反出去，而有了右侧卧位呢，它不仅进来了还容易往肠道排，不容易在我们的胃里面积聚。是的，所以坡枕加右侧卧位是我们给胃食管反流病人的一个睡觉上面的姿势提示。对，坡枕加右侧卧位。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是让大家及时的去捕捉，比方说我有胃食管反流的症状，我有食道裂孔，我们应该如何去捕捉到它的一些前期的信号，相应的做出我们的诊疗选择，就有可能让大家远离食道癌。但是即便您进行了相应的检查，食道癌已然发生也没有关系，我们依然有应对的策略。主任想问您一个问题，想要早发现我们的这个食道癌或者是癌前病变的话，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首先呢就是说年龄大于50岁，并且是男性，既往呢有这个白尔特食管的家族史，并如果患者如果长期的有这个5年以上的胃食管反流病史，另外呢有重度的吸烟史，还有就是说患者可能会出现肥胖。大家可以看到1、2、3、4、5、6，如果要是6条当中您满足了至少3条，那么您就需要警惕了，需要尽早到医院去就诊，并且需要进行胃镜检查。在我们门诊当中呢看到的更多是这种反流引起的巴雷特食管，就是到癌前的这一步的患者。我们有明确的国内外很多研究报道，如果发现了巴雷特食管，
啊，或者是反流性食道炎，或者是食管内孔疝啊，这个阀门破坏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用抗反流手术把它这个酸反流阻断，把这个阀门修复了，那么患者呢就不会再进展到下一步这个可怕的癌症。明白。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很多早发现的信号，然后记住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吃东西要慢。除了慢之外，其实吃什么也很重要。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里呢，就有一道有利于您健康的美食，是什么？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鲁花高油酸祝长寿多多。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鲁花养生厨房。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哎，确实是啊，一到夏天啊，就看到很多中老年朋友一会儿就困了，特别容易困倦。其实啊，这是个问题。你看他困了，但他睡不着。啊，这个问题就今天我们要说的，叫什么呀？疲乏无力的睡不着。啊，他很困，但是呢也没有力气，但是觉是睡不好的。啊，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种提升剂，是我们一种营养素。那到底是哪种食物含这种提升剂，含这种营养素多呀？我给您一点点线索。是什么呀？菌类含的这种提升剂非常的丰富。哎，我今天呢也是有备而来，准备了很多种的蘑菇啊，有这个香菇，有平菇，还有杏鲍菇等等。哎，就不知道是哪种蘑菇当中富含这种营养素呢？一会儿给大家来揭晓。其实不同的蘑菇啊有不同的吃法，具体的详细呢咱们一会儿再讲。太好了。那咱们今天做个什么呢？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筐里的一种蘑菇做出两道菜。一个呢叫菌香牛肉酱，什么拌面条啊，拌饭呀、或者加在馒头里吃都好吃。另一个菜呢就是用这个菌香蘑菇酱再做一个干香蘑菇。那么这两道菜有很多讲究，有五个讲究：一焯、二煸、三放、四裹、五烹。这成败啊就在这五烹了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看啊。接下来我们先做水焯牛肉。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鲁花高油酸助长寿多多。为什么要焯呢？是因为牛肉它里的血水比较多，如果在煸炒的时候，如果它这个挥发的不充分，这个酱容易坏，容易变质。那您焯制的时候，想问问李老师，那么这种营养素具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说到这种营养素，你肯定不会想到睡眠，它最主要的功能呢是保持我们心脏心肌的有力的这种收缩而且维持我们正常的心率而且对于我们肌肉的收缩，这种力量它也是维持着很好的兴奋性。所以如果这种营养素缺乏的话，我心脏是受影响的，心率是受影响的，我浑身是肌肉也会疲乏无力但是这种营养素，我们所谓的提升剂对于神经递质的传导也有一定的作用。如果传导不足的话，我们会觉得什么呀？很疲乏，很困倦，但是它睡不着，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我们应该把这种营养素增加。好，看阿龙老师这边已经把牛肉焯好了。这个时候咱们来开始做油，控好水的牛肉咱们放入锅中慢慢的煸炒。这就到了二煸的环节。二煸做好菜用好油。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鲁花高油酸花生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鲁花高油酸祝您身体健康。随后咱们就放入菌咱把这菌丁也放入锅中一同煸炒，让这个菌丁里头吸满了牛肉的香味。那您煸炒的时候，李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这种提升剂到底是什么吧。这个提升剂就是钾元素。钾元素那到底什么食物哪一种菌类含的钾更丰富一些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这里头有两个问号，是我们含这种营养素非常丰富的菌类，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接一个榛蘑。榛蘑它含的这个钾非常的丰富。其实钾我们知道对心脏好刚才说它也有助于睡眠，实际上钾对于我们电解质还有我们的水的平衡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一定要强调啊，咱们还是要从食物补，这样比较安全一些。像我们的菌类，像这么多的这种食材里含钾都非常丰富，
把我们的食物改进一下，增加钾的摄入。好，那还有一种问号食材啊，也是一种菌类的食材，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来给大家揭晓。牛肉和这个菌类啊，炒出了那个浓浓的香气啊，香气飘来。没错，不管是肉里的还是蘑菇的水分挥发，这样弥漫着出来，现在就是菌香跟肉香。没错。然后我们开始要准备下一步，放酱，三酱合一，为了增加风味的郫县豆瓣酱，增加风味，增加颜色。好，哎，这第二个呢，就是为了增加这种酱香浓郁的，哎，黄豆酱。最后就是增加鲜味的蚝油，咱们是三酱合一，比例是1:1，然后咱们烹入料酒，随着这种酒精把这个酱中的这种腥味给它带走。现在咱们再放入葱姜蒜末，最后咱们再加上一些清水，延长它的炖煮时间，让它的香味更加的挥发。现在呢，咱们这个酱啊，先慢慢的小火让它去咕嘟着，让它这个香味充分的挥发出来。然后呢，我就用到了刚才李老师说到一个特别好的一种菌类，咱们来给它改刀，我们给它1:2就行，让它有厚厚的肉体，吃起来那叫一个香。咱们把切好的菌类呢，咱们入锅给它简单的焯一下水。那阿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不同的蘑菇，他们的这个烹饪方法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平菇，它的含水量是最高的，它就更适合于什么呀？酥炸，吃里头那种鲜嫩的汁水。炸蘑菇，没错。然后呢，鲜香菇它的水分呢是适中，更适合于炒菜。尤其是鲜香菇。那么旁边的杏鲍菇呢，它相对含水量比较低，更适合什么呀？做酱啊，或者是一些蒸的菜。今天呢，咱们选的这个蘑菇啊，它的这个含水量就适中，口感也适中，所以呢，它是一个万能的，不管是做酱啊，还是这个炒菜，还是炸着吃都非常好。哎，看来这种菌菇食材呢，它的这个性格比较温和。没错，咱这蘑菇呢，不宜焯的时间太长，如果焯的时间太长，它就过软，软了以后口感就不好了，而且它的营养也会随之都挥发掉了。咱把这个焯好水的沥干水分啊，好，咱们给它放入盆中，然后就是第四步，咱们是裹。四裹。哎，裹什么？给它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给它搅拌均匀，这样呢，它有水汽才更容易裹在一起。它的目的呢，是一会儿我们煎的时候，表皮形成一层漂亮的酥壳，这样呢，吃的不光口感好，而且还是更容易吸入汤汁。好，我们锅中做油，把咱们刚才裹好一层薄薄衣服的蘑菇啊，咱们现在给它放入锅中。哎，那这个时候啊，那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到底今天的这种主角菌菇类食材是什么？另外呢，阿龙老师说的这个很关键的五烹又是什么呢？李老师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的这个主角菌菇食材。这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鸡腿菇，它含钾是非常非常丰富的，100克里有4053毫克的钾啊，对于夏季容易流失的钾是个很好的补充，来促进睡眠。好，那阿木老师，那您说的这个五烹又是什么呢？煎到这种程度了，我们迅速倒入葱姜蒜片，哎，又是来一个什么呀？倒炝锅，哎，大火翻炒均匀，咱们给它来上一勺秘制牛肉酱。哇，所以说咱们今天做这个秘制牛肉酱真的是个百搭啊！没错，可以下饭，可以拌面条，是的，而且还可以再做上各种各样的花样美食。好，您出锅呢，咱们再来上一把嫩嫩的小芹菜，搭配个颜色，还有咱们的美人椒。刚才你不是问那五烹是什么？其实呢，就是最后的锅边醋，来上一点黑的糯米醋。烹入的是醋，没错，然后开大火。那烹入醋的作用是什么呢？哎，酸香解腻，而且在夏天呢，又可以帮助我们开胃啊，胃口大开了。是的，好，这时候颜色均匀了，酸香味中和了，咱就关火出锅。今天呢，我们用这种含钾非常丰富的鸡腿菇做了两道美食，一个是菌香牛肉酱，还有一个就是干香蘑菇。那在夏季容易流失的钾，我们从食物中充分的补足，也对我们的睡眠是有增进的作用。